因为自己本身在教育现场，我每次跟孩子讲说，你知道现在保特瓶老师现在身上穿的衣服是保特瓶，说他的眼睛都在不可思议。所以这时候告诉孩子，从这个点让孩子去从帮我去路边，因为这样他们愿意在路边帮我一起做环保，把保特瓶一起捡到学校才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令人很感动的事情。价值之间的差异，你马上就知道。你在请购一件在感恩科技的产品，其实你是对这个大地的一份扶持。对。哦，这个样的一个这个回收这样的一个概念，需要很多人去共同扶持。那从实技能开始是对的。